那直接往上钻，你再不找就死了。能标记一个吗？没看到，有点可惜啊，有点可惜。这边冲过来拿塔，我老个大砸了，直接后面开树防着你钻树林，漂亮，这个开树开的。替一下刷钱，顺便是清兵。那这波天方是要包进方，要包天方，看怎么包啊？符文开了，站位不太注意，这个时候一个进一个推波。这个塔这一进还是用 DP 的，这个塔拿到了，但是进位的人牛在后面干什么？打酱油。那一个大放出来，但是放的很水，反而 DP 被人杀了 ，SNK 也吸收了第一波伤害。这边船长过来，这个船没撞到人，咦呀 ，SNK 倒了，出在比赛，刀面前被终结掉。宙斯也是在往上冲，冰柱，宙斯开了相位了吧？没相位写，好，标记过来顶起，莱恩在地上，哎呀，一人一击 ，Double Q Mania 的 ES。继续来追用碰跳走，这一波还是可以啊，拿下塔了。虽然 SNK 死了条命啊 ，SNK 这会儿应该装备沃拉克裸相位，裸相位真的一种时尚啊！啊，今天你相位了吗？好像这个大师们用相位，不知道路人里面相位鞋多不多？我觉得路人里面 DPS 不要裸相位。我以前见到一个幻刺裸了相位，我当时真的心说不出来什么感觉啊！不加任何的这个积分属性啊，你这个敏性英雄你又不缺护甲，你出什么相位啊？ ES 跳刀已经好了，刚才我没太注意啊，但是他这个跑到别人队里面打酱油这是不太正确的，他直接走过来的，是不是想跳刀被人点了一下？我怀疑走过来，最后那个大爷只是放住一个人好像啊，所以 ES 人头是拿了不少，但是这个团战时候作用没显现出来，而且天方站位确实比较注意，DP 也是总是被人远程都杀掉了，别人根本来不及围着你打，这个 ES 怎么好跳呢？除了假腿我看到牛是智力型假腿，因为蓝不太够，因为他处理两型实在是没用啊，他不要那么点攻，标记一个顶，看老大这个应该没问题吧，接住下一个控制 E 住沉默推波 F 一个点一下血死，很完美的三个人打一个也没什么好骄傲的，四个人要是四个人都出锤子锤死一个，那更没什么好骄傲的，是吧？这是必然的，你锤不死倒要检讨一下，别人一个跳躲你四个锤子，你这个脸往哪里搁？所以要用蓝胖子来先爆嘛，蓝胖子那个爆很难躲，很难躲，也可以躲的，不要以为不能躲啊，可以躲，这个那个弹道非常的难弄，非常难躲，现在不知道能不能躲，以前反正是可以躲，有人躲过，而且有这个截图为证好像。这样我们继续看 SNK 打钱， SNK 又钱打多少了， SNK 补了121个兵，全场最高，其次是 DP 船长110个兵，1600了又。那么其他人我们看到船长坚持球而不选择出这个黑黄了， DP 也是坚持球转血晶，然后呢其他人就没什么好装备了，没什么好装备，都没什么变化，天方也就 SNK 一个人主保，其他人都是蓝领啊，碰也是这个装备随便出出，撑撑属性就可以了，不要老死，给这个 N 点 KS 的资本就行了。咱大应该差不多了，可以准备第二波风骚了，风骚一下。碰碰上路打钱 ，SNK 下路打钱，但下路这个兵线好像很遥远啊，这个明显 SNK 待遇不行啊。继续看这边，我们看右边一个 double， 船长 double 这个攻，这一刀可是不是人能承受的。SNK 点一个兵，又是拉住顶起潮汐过来，这边牛的一个 F， 到一个大反先手，两个反先手都放出来了。进一方牛一个大放的不错，直接甩死过来增援的潮汐 ，SNK 也倒了，第一条命。这边船顶住沃拉克没有插，哎，没插到 SNK 起来了，队友有没有过来帮忙？队友放弃了他。果然这个大弹的只弹一下，又 F 一下追过来砍一个 C， 漂亮，这一波团战打得真的很漂亮，这也怪天方队友实在是太不讲义气，就这样放弃你们主力了，都是有一个计把兵拉走，对，拉走这边更好拿塔， DP 开了大拆塔了，团战都没舍得开啊，拿到 Playmate 的塔，我们看谁杀最多这场比赛，那么杀的比较多的是
最高连杀吧，最高连杀是 SNK 四次啊。那么击杀英雄奖励最多的是金卫这边的牛啊，牛这边直接拿两个塔，因为两个塔离得很近啊，而且这个位置也是轻易不来，这个位置是天灾防守啊，相对而言比较好防的一个点，因为你中路打的话视野很开阔，这边打视野就很不那个，还有这边可以斜插守二塔的时候，所以你军方可以扎口袋，天方也可以扎口袋，对，双方都是在暗处的话肯定防守方要好一点啊。中路的话我们说一般金卫很喜欢这样的打，从这边插过来，这边先布一个眼，那么这会儿继续是 farm， 这边巫医也是不出梅肯了，实在是没什么钱了，还要来插眼什么的，这边四个人过来干个一个人，这个 DP 有点犀利啊，我们给他个镜头吧。哦哟哦哟哦哟，这我看到我直接就放弃了，直接回家去买东西了啊，买东西去买配方，哎，配方这个打折不是打五折，配方这个折扣高一点，卖的时候不会那么亏，或者就买自己要用的，什么护腕啊、系带啊。四个人这样长途奔袭过来抓一个人也不是很划算啊，中午这个钱没人打呀。那么最近呢，我们的 DOTA 冠军杯公开赛也是开始报名了，报名地址 bbs.dot.cc， 或者是通过首页 3w.dota.cc 右边的推荐栏进入。那么公开赛我们是只是选择电信的队伍啊，电信队伍，所有这个电信的队伍啊，那么可以选择报名。那么前八强呢，我们会作为下届邀请赛的名额。啊，我们第一届邀请赛已经快打完了，打到马上该小组赛的决赛了。啊，接下来就是总决赛。那么我个人认为第一届半台是相当的不错的啊，因为哎这边插起大砸来，地狱火拿了塔走人，这个历史这个大，我们看这个大弹的啊，隐身了就没法继续弹了。哎，显影尘甩了追，能追上吗？船长能标记一个不？破木大时间到，哎 F 漂亮，能标记不？标记就行了。冰柱潮汐标记，哎一个 W 直接甩死了。拉过来顶起，一继续削，潮汐也要倒。这边呢是人多打人少，下一个锤子，下一个锤子，下一个锤子，树林绕再绕，这锤子还是没吃树啊，这会儿不再吃树了。这边一堆人来围 SNK 这个也是杀猛灵，你能把自己小命丢掉吗？推波推上去，技能甩呀 ，F 呀，蓝很足，哎，但是没有复活了，冲动了点啊，冲动了点。这边很多冰钱啊。这个钱要船长来收吧，历史怪不要被冰杀了，船长直接是扛冰打，也确实有这个，哎，狂战了，已经狂战好了，没太注意啊，刚才团战的时候，历史来拿这个钱，历史拿这个钱可是很辛苦的，因为这个时候小兵比较多，你历史没好的优异，小兵也是一个骑射就很容易杀掉一个兵了，你可能不好补，那么只能是历史一直用冰来这个技能来补到。这边我们继续看啊，莱恩是护腕，又是插眼，这个眼点控这个加速符 ，ES 能封，漂亮！哎，跳过来拿这个符，被扬住，一个插，就是不让你控这个符。这个莱恩控到符是很危险，因为莱恩这个英雄团战本来就很容易死，你让他不容易死就完蛋了。等于一把活羊刀，哎，又出一个加速符，继续过来控，这控，哎，漂亮一跳，这个跳很 nice， 但是。无奈是啊，刚出狼窝又入虎口，被三个人围到这里，全全叉叉掉，能死吗？能死吗？一剑，还是死了？是被谁杀的？我怎么没看清是什么技能把他杀掉？是上了 DOT， 上了 DOT。